鼠兔羊老鼠马猪年走鼠年到十二生肖最关心什么呢是月运吧胃肠这方面的问题希望那个股市再上啊今年会不会怀孕事业财运健康都有人想知道命理老师整理鼠年好运生肖前五名属龙人缘财运都很不错还可以考虑结婚属猴事业上有贵人相助收益有望提升另外属蛇属虎属猪的不管工作升迁都很有机会属猪的那因为去年值太岁今年来讲会好运旺旺来要注意的属老鼠不宜投资赌博借贷恐怕有去无回属龙的属马的勿投机小心破财另外新春想招财命理师建议今年开运色以白色金色蓝色黑色为主家里门口的脚踏垫可以放置268元的硬币压岁钱开工红包也要存起来另外黑豆也能聚财四颗跟九颗这个就是这样有没有把它折起来然后一边这边除了开运方式专家提醒属老鼠的属马的犯太岁可以到庙里安个太岁光明灯新年生肖运势准不准就信者恒信不要盲从做个参考就好记者徐文真景城台中采访报道